上。以酒祭英雄，以剑护苍生。长老命你速速穿过剑阵前来御敌，以解蜀山之危。师尊愿你御敌有功，特派剑灵助你斩妖除魔。大英雄，我就是剑灵。听书记载，一个穿过剑阵的勇士将是星耀传人。恭喜获得天书的认可，开启新技能。师尊在前面等你呢，听说他刚驯服了一只战犬哦。英雄，你将获得战宠的认可。星耀传人，我愿与你并肩作战。恭喜开启战宠功能，快带上战宠终极魔族吧。雪狐乃青州王府，与星耀圣主一脉相承，幸被狼王困于此处，你可要小心啊。很熟悉的星耀之力，天玄相助之恩，雪狐是否报答？星耀圣主本是我青丘先祖，雪儿便助公子获得星耀传承。和碧水兽曾是黑曜霸主和星耀圣主的座下，击败这些考核弟子，我就将他们赐予你。开始选坐骑啊，坐骑可以进阶唤醒，获得大量战力加成。深海红蟹近日屡荡藏竹海，东海定是起了骚扰，我先去调查一下。侠身手了得，令人敬佩。雪狐说他在前方的金水楼等你，快去见见他吧。
就你也配做星耀传人？感谢你们寻回龙珠，先将龙珠放回原位吧。祖龙预言，星耀传人将携带龙珠拯救海族。祖龙预言，星耀传人将携带龙珠拯救海族。龙族内部暗流涌动，请英雄带上新技能追查到底。恭喜获得新技能。咦，这里怎么藏着暗卫？难道想对龙王不利？何方宵小，竟敢动本太子的人？你来了，快请星耀传承吧。星耀圣主祭天下，黑曜霸主镇八荒，你可有想清楚？诛邪魅，止戈剑影，荡夺渊。救下一只落魄的青丘狐，他念叨着你的名字。魔族妖女竟敢暗算于我，下次定要把她打入捉魔塔。恭喜获得新技能。下次不是要抢我龙族仙翼了？小子们，我上！